大家好 ，STL 咁，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98290广告 MMC 系啦，3月28启航，张全线，有啲咁钳嘅名，系啦。兩條線唯一分別就是 A 線兜軌埋去順利同埋沙河坪，290就唔停站咯，都會行嘅，係咯，行出面嗰條順利村道同埋沙河坪道咯，唔會走入去。睇下有幾多水貼呢架嘢，佢係成個十周年嗰個攤檔嘅唯一一架非打印嘅產品。係啦，290將軍澳彩明，係依家已經改咗去坑口啦。縮短咗啦，香港時間同頭先包裝係差唔多噶啦，都係咁樣顯示曬經嗰啲區域咯，又未至於寫到明嗰個站，包曬水貼，咁車牌 TF7808 ATNU456。挂牌1A喎，行紧92，真系过咗唔少时间啦，抌嚟抌去，挂咗1A都有，系啦，啲花纹几有趣啊，系啦，一个个咁嘅，即系话波浪咁样重叠。一个山，其实代表啲咩个山真系唔系好清楚，冇系咯，想象唔到系边一座山，但系几靓嘅，系好多渐变色咁。系咯，咁今次一架290广告。MMC 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就 like 記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